母亲节要到了，台北市长蒋万安发起活动，让大家分享妈妈的口头禅。网友抢答，妈妈最常喊：“我数到三，三二一，几点了还不睡觉？”我说：“赶快回家，在干嘛？那么晚回去、啊？你怎么跟你爸一样？为什么跟他长得越来越像？”他扎捆啊，注意安全。再问问有三宝的蒋万安太太又有哪些口头禅？但第一时间光听到“太太”两个字，蒋万安只想了一秒不到，直觉反应马上跑出来。他很温柔，他。很温柔，蒋万安求生欲大破表，但人家不是问你太太温不温柔，是你太太有什么口头禅。他口头禅大概现在就是说啊，怎么还不回家？哦，然后就是说又不陪我吃饭，不然就是说好，今天晚上你顾三宝。蒋万安真会怕太太吗？记者直接问，难道你有被太太罚过跪算盘？现在怎么会跪算盘？跪键盘啊，没有啦，这个现任市长超尊敬太太，前任市长的太太经常为了老公和网友大战。陈佩琪宣布九月要退休，柯文哲不知是怕没钱用，还是怕老婆在家没事会管太凶，这答案瞬间喷出来。要找工作了，不然怎么办？那不兼差我就没有收入了，那不行，那一定要回去工作。不是回去工作，那一定要找到工作。我就想看。从蒋万安到柯文哲，尽管镜头前夫妻档很少一起放闪，但两位市长谈到另一半，共通点都是求生欲满满。记者黄义俊、李一璇台北报道。